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求今加文得速随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呢，就是要开始讲那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交接这个需求解脱。交接需求解脱呢，就分七个方面的问题。仅仅是容易的解脱，就是我们对这个什么就是安住方面呢，就是他下面再说吧，就是容易的解脱。若不修习严密生死，就不能得解脱。如果对这个没有修习，尤其是这个没有这个处理性的话呢，就是不能得解脱。若无处理性，不能得解脱。就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我们原原本本这样的不一定很好。然后生死过患极大故，应精修解脱。就因为那个轮回的这个过患呢很大的，就是因此我们应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第四个问题，不应最初开始四级义，就十相义，就十级义呢，就这里面的十相义，十相可能好一点，就是实际呢，就直接咱们这个译出来的话呢，好像实际跟实相呢就有点差别，就是所以这个实相的意义呢就跟咱们相近。因此那个我们对一些众生面前呢，实相就不能用那个这个就直接开始那个空心意义吧，就因为他们受不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五个问题呢，如何为引导者次第，这个对引导者就是有什么样的次第的？因为我们这个像空心也是有一个导次第论，就是导次第。道次第还是很重要，道的次第就是很重要的。我昨天给陈美正打电话，你看是吗？他说是我看那个迷踪道次第论。后来我们在电话里面一直道次第论，上面就辩论，讲到很长时间。后来他说：“哎呀，用你的很多钱的，算了，不要再说了。”真的。然后呢，那个他就担心我那个用电话费。诸法的究竟实际，无差别，就是诸法的这个究竟实相，就是究竟实相呢，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无有什么差别呢，就一切诸法的本性是一同的。可能下面是咱们有那个四百轮的，也是那是在四百轮的讲义当中，什么那个你们也入中论当中也已经应用吧，就是一个这个法证悟空性的话，是全部的法也能不能证悟空性，就这个问题肯定是在下面这个讲的吧，我都没有看，但是肯定是这个吧。因此尽所需求，福德资粮必不相违，就是所以呢，经中当中说的这个福德资粮的话呢，虽然是一切诸法空性，但是这个福德资粮呢还是需要，就是并不是相违的，就是这个福德资粮诸法空性也可以有的。下面呢，就是也可以，就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吧，就是说是那个涅槃呢，就是非常这个很难得的，就是虽然涅槃是非常殊胜，但是它呢就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我们一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想到涅槃的话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困难。然后这个世间的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做事的话呢，就是也不用这个勤做，就是很容易就是得到的，就是因此呢，我不愿意这个求涅槃，就是有些人是也这么想的吧，就是虽然那个学佛呢，就是可能很速成的，就是得到这个佛果的时候是没有痛苦，就是很速成的，但是呢，就是得佛果还是很困难的，就是因此呢，就是不愿意这个学佛，就是我们世界上的吃喝玩乐呢，就是多么的这个容易，也是多么的这个幸福，就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呢，就是不对的。如果你真正这个自己也是因缘具足啊，就各方面的这种三缘具足的话，实际上是得涅槃呢也是很容易的，就是不管是禅宗净土宗还是那个密宗，就是哪一个宗派当中的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也这个一瞬间就当下就已经这个悟道了，就是不当他悟道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勤作和痛苦呢都是没有的，就是因此在他的这种智慧和这个什么就是恍然大悟的这个智慧下面的话呢，一切这个全部都这个就效益法界当中了，就因此所说我们的这个涅槃呢，就实际上是并不是很困难的，就下面的是给他这样回答。他这里说：“无作得涅槃，有作遭后有涅槃无二念已得。”于非宜，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涅槃的话呢，就是很困难吧，就是这个实受法呢就是很容易，这种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涅槃呢就是也很容易，不需要什么造作。这个实受呢就是很困难，就是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无作堕涅槃。我刚才也说还没有说是吧？说了没有？无作堕涅槃就是涅槃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就不需要什么这个勤作，就是马上就得到了。然后有作造和有这个轮回呢，就是很困难的，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勤作啊，就是有作这个有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造作以后呢，就是造这个合适，合适就很有合适是一个意思，就是来世或者是轮回的意思。就是有作造和有。这样的话呢，涅槃五百年一得，就是这个涅槃呢，就是没有任何阻碍，就是不需要任何观念，就是从这样的境界当中就容易得得到的，就是所以你这个涅槃呢，因为不需要庆祝嘛，就是很容易得到。鱼非鱼，那么鱼死之交的是这个轮回宿舍，就轮回当中的不管是任何一件事呢，就是不是那么很容易，就是还是很困难的意思。咱们我们这个光说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当然这个上面讲的这个说这个所说的涅槃呢，就是涅槃呢，很多人认为是不愿意细究，不然的话它是很这个困难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涅槃呢，就是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这样是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三字四的一些教研，通过呢，就是一些这个佛经人典的这种窍诀，这样的这种窍诀的话呢，就是依靠一种方便方法，就是依靠一种方便方法呢，就是可以这个证悟，就是可以证悟。当他这个证悟的时候呢，一切这个三业不三业，然后什么的就不用做，就是做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庆祝，就真正的一些这个对瑜伽这个境界的一些大证悟的这些人来做的话呢，在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是什么这个三和不三呢，全部也是没有的，然后做和不做呢，就是也是没有的，就是当下就一切都是可以这个证悟的。什么也都不是善，不是恶，真也莫是，哪个是什么民族是本来面目，就是那个卢主大师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吧，就是说是那个不是善，不是恶，真也莫是，然后哪个是什么这个民族是本来面貌，就是本来面貌，就是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也一点这个不思维这个善字，也一点不思维这个恶字，就真的以这个差来称，就是真的以不是这个善也不是恶的，就是这样的那种这个我当时看见那个时候是好像这个前面是不是什么不是善不是恶呢，就是好像有个很好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语法方面，后来就是他说是真有模式的话，真有模式哪个是民族，就哪个是好像是很不好的，在这里面有个很败坏的，就怎么说啊，就是有点那个语气，就是不是很好用。但不管怎么讲，他这个内容呢确实是很深的，就是真正那个不做三思也不做恶事，他那个加斯结合还有那个如东人大师当中也讲了，就是真正的一些大一家思想，当他碰到这个正悟的时候呢，也无有这个无有这个善，也无有恶，就是什么都是在这当下都是可以这个开悟呢。不是那个报信人当中也是得了三十几样的，就不是讲什么样东西两样东通了那的住，就是他这个这里面也报信人里面也做出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也没有什么可色的，然后呢真什么真如当中安住的话呢，就是了达了这个真如的本性，就是这是那个宝心论和全光照论当中也一定引用过，一篇瑞菩萨行讲记当中是引用过，但是我的很多这个什么就是尤其呢就是这个对这样的话呢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不做取舍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安住，还有那个地界宝证论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这个教证吧，就是我告诉你的个什么引得了个小经上面就是破和力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破折，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受苦了，这是地界宝证论里面讲的，就是然后地界宝证论的当时那个教义里面呢就引用了一个约成人士的那个教证，就是我看原来你们那个就是第一性能够看不见的那个地方也已经引用了。总而言之，在这样的这个趋势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可以应用就是可以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无作就是当中呢，就是可以得涅槃的，就是这个意思的。然后这个有作造和有，那么这个和有就是轮回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就是它这个需要种种的试纸，需要种种的这个做三业和不三业，还有呢就是甚至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犹如这个三业也是这个转轮回的一种印吧，就是这样的话说，不管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事情的操作，就这是很麻烦的，这个很困难的。因此说呢，就是他这个涅槃呢，就是在当下就可以得得到的，就是没有任何观念，没有任何这个担心，这个没有任何担心当中呢，就是这个涅槃是很容易就是得得到的。而这个轮回的话呢，就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就是他呢就是得的话很困难的。因此，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也应该这个祈求涅槃，就是祈求涅槃的话呢，就只要是知道他的这个窍诀的话呢，就是并不是那么这个很困难的，确实是这个很容易的，就是很容易得到的，那么这个三次轮回的。
话呢，无时以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很这个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这样当下安住的话呢，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也是这个痛苦非常大的，就是这个意思。大致你的比喻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想得到这个无病和这个身体强壮吧，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需要这个多种的这个因缘啊，就这是那个就像是我们从可能跟那个比喻呢，就是从三方面来讲的啊，跟这个轮回的话呢，就是要想得到的话呢，就是很困难的，就像是那个就源于这个身体健康的人呢，就是经常是这个找医生啊、吃药啊，就是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麻烦。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的，就是一下就是不愿意这样的话呢，那就很简单的了，就是就不需要这个依靠就是找这些呢。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你在轮回当中要这个继续住下去的话呢，就是还是很麻烦的，就是还有这个需要很多的这个生存的因，还有很多的这种烦恼，就是然后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的，就是当下这个开悟当下再去的话呢，那么这个不许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痛苦和这个困难，就是因此说呢，他这个比喻呢，就是可能是这个从这个翻过来讲的，就是可能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那个若不这个若没有这个从你心呢，就是不能断涅槃吧，就是好像这个我们简单说的话是可以这样的。下面这个议论呢，就是可以说这个生意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这个既然说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庆祝，就全部是涅槃的。那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本论当中，就是四百论里面呢，就是一直讲这个苦谛啊，什么这个一直就是这前面就是讲了很多的空这个苦和这个什么就是卧和，还有那个无常方面的这个法乐，就是这些都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下面就孙权论师也回答这个，虽不厌散有比起今几年。如是于如以自家舍难除此三忧。他跟你说，谁这个没有这个不严谨善有吧，就是任何一个人就是没有严谨心的话，其比经济呢，那么他只能那么他难找那个恭敬那个敬礼吗？他愿意就是得敬礼吗？意思就是说谁有了这个处理心的，就是这个严谨心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得到敬礼的。如果这个现实当中是没有这个对这个三界轮回的严谨心的话，他就是根本不会恭敬，不会对这个敬礼呢有信心，或者是有恭敬心。这个敬呢，敬呢一般这个意思上面讲的话，这应该信心就是这样讲也可以。那么就像是他现在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像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家，那就是也很这个贪执的。如果对自己的家也是从小小的方面来说，对自己的家非常贪执的人呢，他有没有这个出这个三界轮回的机会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那个你也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在做光说一遍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在佛教当中，就是不管是在任何一个解脱的话呢，看到阿从以往的那个般若经的教证，就是一个阿罗汉各位在也应该求波罗蜜多，就是一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一个缘觉各位在也应该这个学般若波罗蜜多，一个就是菩萨各位在也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一个佛果在也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教证就是般若经里面的一个教证，就是这个教证呢，就是前面第一个颂词里面就是可以引用，就是好像堪布阿琼就是已经引用了这个教证。以前我们不是就是叫那个三问那个三问那个真悟空性方面呢，就是有七个教证，这一就是七个教证里面真有的是只有一个吧，就是一个用呢，就三问这个娘头吉萨拉索本的三地点，你们写的比帕罗德新班的了三德下午就相对那个阿罗汉的相对三问的各位的这些人也是应该学习那个大巴若波罗蜜多，就是当时是这样讲的。这个阿姆坎布阿森那个里面应用的这个教证呢稍微广一点，就是只不过就是刚才我们可能应用的时候没有应用，相对相对的。下面就是这个在做光所的话呢，我们不管是从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果位，比如说是像获得了一种这个罗汉的果位或者是菩萨的果位的话，是都必须要有一个厌离性质。如果在这个轮回当中是没有一个厌烦之心的话呢，那他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得到这个阿罗汉或者是这个得解脱。就是因此在这里说呢，就是任何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如果对这个生死轮回就是没有这个厌烦性，就是虽不厌善有，就是对这个三有生死轮回或者这个没有这个厌烦心的话，那么难道这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有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接头，就纪念，就纪念方呢，就是有没有一个恭敬，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希求心呢？就肯定是没有的吧。我们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人的话呢，因为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对生死轮回呢没有一定厌烦心，因此呢，就是他根本不会祈求这个纪念。如果他在这个轮回或者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是遇到了这个很多的痛苦，真正确定是这个轮回是非常痛苦。
不管是这个这个上次那个飞飞向天一下呢，就是这个下次那个一见地狱以上的这个轮回呢，都是犹如火爪般的，没有任何这个快乐。就是如果对这个善友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厌烦之心的话呢，那他言语这个借口，言语呢就是获得这个究竟纪念的这种发生过位。但是世界上的很多愚民无知的这些人呢，就是正因为没有这个相机当中严密性，他们是这么回事，对这个纪念法是这个称恭敬心呢，就是不会这个称恭敬心的。因此呢，就是比如说他真的呢，就是就是有些有些这个思维就是不是很这个好的这个人吧，就有些痛苦的人呢，他本来是对自己的家庭就是没有什么可谈的，就是这个家庭的话呢，就是也治不了这个氛围，但是呢自己就认为呢，就好像是自己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很好，就是因此呢就是一直是谈着自己的家庭。那么这样的这种智慧下面的人是能不能这个从自己的这个男友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机会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永远也只是谈着这样的就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是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他对你这个比喻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对你比喻呢，比如说是有些人呢，就是也贪着自己的这个家乡吧，就是贪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哪怕是把他那个带在那个心脏上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是这个贪着自己这个家乡的这个煤炭啊，或者是带着这个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这个贪心这个非常重的话，是虽然是这个原先就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他一点都是不知道，就是好像还这个贪着的，就是有些猫也是正在那个就是拉在那个沙场是正在杀的时候的，他在路上呢就是还愿意吃草啊，或者是喝水啊，就是因为他是很愚笨的原因吧，就是还愿意这样的。因此我们这个愚笨的这些众生呢，虽然在轮回当中是非常这个苦的，但是呢还愿意看着这个，还愿意不舍弃，那么这是很愚笨的行为，也应该呢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升起很大的这种相信的。所以这个教授呢，就我们分不清也是就是说那么学对了一个嘎啦，就是这个教授呢，就是还是我们经常这个应用的，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中观呢，就是甚至无光正在呢，有时候是这个像七宝章的时候的是应用这个生天人士的教证，就是说说这个从我们千众当中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处理性，不然的话是没有处理性的人呢，就是也不可能得到解脱，就是也这样讲的。所以是过患七法的缘故，我们应该那个精进的修解脱法。这个不要讲，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要向那个轮回的这种过患，就是轮回有种种过患，然后呢，应该就静静的这个学解脱法，就是主要讲这个道理。那么跟这个愚人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解脱法是这样，这个要静静，要对解脱法是这样静静。然后对这个解脱不能静静的人呢，就是是哪种人，就是也可以从四方面就是提出疑问。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像那个我们也应该那个就舍弃自己的这个尊命和财产来求解脱法。实际上对愚民无知的人呢，对世间法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对真正的自己的解脱法呢，他们都不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从这个方面呢给他回答的。像那个僧僧人是说，唯有苦所比先见求自食，食比愚痴故不能取善道。他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人呢，因为有些这个痛苦所逼迫，然后呢就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先见这个求自杀的，就是求自死，自己这个屈辱自杀的，屈辱自死的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实际上是这样的，这种做法呢，彼此实比，就是我们这个看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大家也应该了解这个人是非常愚痴的，就是所以这种人呢，根本不能屈辱圣道。因为世间的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世界上的人们呢，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或者是对自己的事情呢，就是特别执着，然后对自己的事情特别执着的缘故，然后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这种人呢，就不能这个屈辱这个正道，也因为他是非常的愚痴，本来我呢就是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呢对自己的我就有非常强大，就是强硬的这种执着，因为对自己的我有非常强烈的执着的缘故呢，是他愿意这个舍弃自己的生命。就那么这种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那生命的这个围绕这个我愿意舍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是怎么会是能断除我执呢？怎么能断除我所执呢？所以这种人呢，真是这个在世间上来说，就是最这个愚痴的嘛。那么他们呢，
就是可以说是从这个从遗址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失真，就是没有一点失真。你的有关解说面的问题呢，我在如菩萨行门的这个讲记当中也做了光述了，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他现在呢就是也是这么讲的，就是世界上的这个一些这个众生吧，就是一些众生呢，就是他对完美的这个无语这个如心吧，就是升起巨大的这种贪心，然后呢就是不愿意舍弃自己的这种财富啊、群体啊，以及这个就各种这个身体荡荡的，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对这个生死轮回就是特别的执着啊，就是对甚至对生死轮回特别的执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为苦所逼。那么这个，因为他呢，就是自己的相续当中，如果对自己的相续当中，对我和我所逼呢，稍微有一点失真的话呢，比如说是世间上的一些痛苦，这个遇到在自己的眼前的时候呢，自己也是对这个最好呢，就是能转为道用。但是最好不能转为道用的时候，也是自己就知道是这是自己的一种怜悯现象的人。然后呢，就根本不会这个屈辱，就是自私的就这种这个现象。但是世间上的这些人们呢，就是非常愚痴，因此呢，他们对自己的我呢，有很这个强烈的执着。就这样的缘故呢，在这个我们在人间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些这个遇到了一些这个贫困的痛苦啊，就是像这个无吃无穿啊，就是生活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呢，也愿意这个自杀的，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的。然后有些人呢，哀悔离苦吧，就是就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已经离开了，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是自己心里面呢，就是就特别这个痛苦啊，就是特别痛苦。那么以这样的这种痛苦就是折磨的时候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就愿意就是从这样的痛苦当中得到这个解脱，而且有些是没有吃的至少的，有些呢就是好像是在自己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和合而这个自杀的，有些呢就是为了就是谋求这个名人一种这个名声啊、财产啊，这个这样呢这个自杀的，就是那么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是挑货的，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挑那个这个就是就咸鱼啊，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就是用这个刀来就是自杀的，有些人呢就是运用各种毒药来这个自杀的，那么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是这个很愚蠢的，一切都是话这个谁也受不了的，就是原来我们那边有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他们一家人天天的吵架，就是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家里的人呢，就是一直天天的是就是叫他不要死，就是他天天的是去这个要去死，可能我在电视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说过。然后有一天呢，就是他有那个就天天的是拉着孙子那个，因为他们当地人呢一般也死的时候就是拉着孙子就是吊在那个树上，就是或者这样的。那么有一天呢，就是他们就是走旁边的这个人呢，天天都是劝他你不要死，就是有一天呢，就实在是劝不住，就是他拉着一个长长的孙子，就是我要吊死。后来他们人都就是有点不高兴，你就死吧，那你就快死吧，就是就放了。放了以后呢，就是那个人到了那个森林里面去了。到了森林里面去的时候，是他说从那个就是从下面到大山顶上一直看森林，就是一些这个松树呢就是太高了，就是他就爬不上，就是有些呢好像是这个太矮了，就是升不起，就这样一直看，最后那个森林都已经马上就烂了，就没有了，就是已经到了边边了。到了边边的时候，好像他刚才那个很生气，就是这时候也不生气了，就也不愿意死。然后呢，刚才那个孙子里面就是他就就困了一个就是菜这个菜货吧，就是然后回来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说什么就是这些事情了。是有时候是还是那个前年有一次呢，就是他们这段时间的也是一家人吧，就是天天吵，就是后来他那个妻子呢，就是确实那个吃药，就是吃药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就是不行了，就是拉到那个北大县医院去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当时没有这个气度，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正式烟化，就是后来这个丈夫呢，就是他对医生呢也是发脾气，一边把那个医护那个秃顶嘛，就医护秃顶呢就是吞下去了。停下去了以后呢，就后来在康定医院里面就是开刀，就是全部那个就取出来了，没有事，那个女的已经死了，男的没有事呢，就是他说我后来没有一点意义，就是我一天一定要死。
后来就是他有一次故意呢，就是开一个卡车，就是然后呢，就是故意那个碰到那个四大仙的那个变压器。后来那个呢也没有事，就是后来赔了那个2万块钱，就是。说有时候是试一试，不能有些时候呢就是自杀也。但实际上的这些信仰的话呢，就是确实是一般来说，因为他对自己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从那个就是社会的一些家庭关系方面说也是这样的。再说是实际上的一些那个就是特别这个痛苦吧，就是特别也许可以这么说，是就是实在是没有这个治的啊、就然后呢就是又这件事非常痛苦，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在5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实在是这个好像那个生活非常的痛苦，就是也有很多人这个自杀的。其实呢啊，就是仅仅是对中国方面呢，或者是对这方面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不光是社会上的一些气气消失的话呢，就是根本不会源于这个涉及自己的这个最宝贵的生命。他这个中国人士呢，这种人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自己的事情呢，就是这样源于涉及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为了这个借口，为了借口就是这样这个涉及自己的生命的话呢，那这是你是很影响的，就是你在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是。从这个自己的字面意思上面的是没有这么说，但是在这结合还有那个康德奥丘和如同人就是斯大林的故事当中都是这么讲的，就是因此那个如果你对这个像时间上的这个为难，就是也愿意这个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也有这个自杀的现象，这是非常的愚蠢。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如果你为了这个借口，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就现实生活，为了这个说法呢真正能这个现出自己的生命的话呢，那么从这个功德呢，就是也肯定就是会得到这个解脱的。但是这样的人呢，就是确实是很少的，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修法不成功啊，或者是为了这个修法呢，就是源于这个舍弃的自己的生命。我们一些人都是这么讲的，就是我愿意不愿意或不愿意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呢，就是具体说说我的这个法子就修不下去，就是确实是不愿意或者一些人是这么说的。但是你的这个曾经可以这样讲的话，说我算是。你真的那个要自杀的话，也是那个可能只是得到借口，就实在是借的是我这个发泄不下去，好像我这个自杀都很好，就是然后拿着长长的刀子，就对着自己的胸口看看，这样的话是马上就当下就开悟，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世界上的人是非常的愚痴，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自私的话，那就是如果你为了就是获得借口吧。然后呢就是这些自己的生命的话，那这个当下就开悟，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会这个得到解脱。可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就确实是这个很少的，就是为了真正的这个佛法和为了真正的利益呢，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话啊，真是很少的。就是只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当中呢，我们经常看见就是为众生的利益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真正这个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这些人呢，就是为了就是自己，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心念呢啊，不光是这个为这个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也是很愚蠢的。就是因此孙权人士呢，就是他说这个贤者求自责的人呢，就是是比就愚蠢过的，这是非常愚蠢的。他们就是肯定不能这个去接受的。因为他当时真正是自杀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可能是这个大多数都是出于嗔恨心的啊，就不管是你什么样的因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嗔恨心呢，这个四个啊，就因此我们这个求解脱的人当中呢，一般来说是就是不会有这个自杀的。但是这种自杀的现象呢，真是很愚蠢的，就是所以说不管是藏族也好，汉族也好，就是这种人呢啊，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很愚蠢的，就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如菩萨生命的时候，也就是基本上这就是见过。下面呢，就是他给你就是讲了一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是我们这个病人呢，就是必须要这个服药，就是没有这个服药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解脱啊，就是从这个病当中呢，就是不能这个解脱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要这个修法的时候，必须要这个断掉这个烦恼的种子，不然的话呢，你仅仅是这个好像对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有这个减少的话呢，怎么会是从生死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就是因为他所用的这个内容呢，表面上看呢，就是他好像自己前子那个就自法的人，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所谓这个自法的这种人呢，就是对我执就是非常的强烈。如果对这个
法国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正向，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相机当中是没有一个就是真正无我的这种这个智慧，那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你看那个一边摇的，就是一边摇的没有刺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从病中也不能解脱的。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当然释迦梵文的最好的药呢，就是空性药药。这个空性药药你没有相容的话呢，你上轮回的这个痛苦这个疾病当中要获得解脱的话，这也只是就是就是不可得到的事情呢，就是因此呢就是。就是我希望你们呢，不管是两种也好，一种也好，就是好像是在自己的修法，就是修不下去的时候，是真正是那个相思法的话，是这一点是我是很那个赞同的，就是真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是你家里的事情，就是有点烦呐，就是或者是我心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动向，就是显现出来了，就是。然后这个就是也说了，也可能就是这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这样的话这也不说吧，就是不光是这个两种还是一种呢，其他就是在这个除了这个修法的以外，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当中呢，遇到这个痛苦和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应该转为道用处，如果实在转为不能道用的话呢，就是也这个祈祷三宝吧，就是除此以外尽这些这个行为呢，就是很愚蠢的。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齐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文当中也有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下面呢，就是讲第四个问题，就是随处不应开始四谛。他这一世纪也是实相一的意思，就是那么最初的时候呢，就是不能这个开始实相的意义，就是也可以说是最究竟的这个空性法门。他是真的是这样讲的，那个如果我们这个解脱这个生死轮回的话呢，就不是说是这个空性法门是这个最好的呢。那么空性法门是最好的话呢，实际上没有说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像很多这个非空性方面的这个法门，就是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不说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就直接先说这个空性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我不说这个空性的意义，为什么还要说什么这个布施啊，就是自己啊，就是当这个其他的法门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说其他的法门，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今天的一些回答说，为下根所舍，为下根所舍，为中根所解，为上所寂灭，上隐修上者。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说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就是寂灭的法呢？他跟你说，这个是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就是所以有这个种种的差别。因为世尊呢，为下根的众生先说这个布施语言，然后为中根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说那个持戒啊，就是说这个有布施完了以后呢，就是讲那个持戒。然后对中根者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寂灭法，就是那么依然就是就像应该呢，就是也这样这个修上上座，就是也应该这样这个修持的。上隐修上智，这个都我们看什么？那就是先说这个戒律，为上根者呢，就是先说那寂灭的空性啊，就是寂灭空性。就是咱们说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三种法门吧，就是有这个三种法门。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先这个自己心的学这个前面的戒律和布施，然后呢也应该这个经常修这个上根的法门，就是修这个空性为主，因为空性呢就是最深的。因此说呢，就是虽然释迦牟尼佛有三种法门，这个三种法门呢，就是当然是很重要的。正是我是经常这么想的，就是现在韩国呢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个文字修行的，甚至这个佛教徒当中也是根本不懂这个佛呢，就是就先说这些这个法门，然后这个不同众生的这个不同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面前呢，就是先说了不同的这种法门，就是那么这种呢，就正是很多人都是不了的，就是不了的。所以呢，就最经常这个佛法有时候是分歧现象呢，有时候呢，就是在佛法当中的很多问题呢，就是比较这个头疼，就是觉得是好像很矛盾，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想法。你看释迦牟尼佛有些法当中呢，就是说是一切都是有的，那么有些法当中呢，就是说是一切都是没有的。那到底这么一回事呢？就是一些愚者呢，就是本来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稍微有一点理智的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呢，现在都是搞不懂，就是一直这个迷迷糊糊的状态等等，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文字呢，就是确实是很重要。
刚才的是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最初的时候呢就不服先说呢，那这一点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过失。为什么没有任何过失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让这个照见一切诸法的这个事项，有照见就是每一个众生的根基，就是然后哪些众生呢就是有理的，哪些众生呢无理的，就是全部知道的。因此他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呢，就是也有种种自理的这个法门。就是第一个法门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下根子，就是对下根子呢，就是做这个布施为主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一些社会上的那个一些人啊，就是他教他那个自戒的话呢，就是连一个居士戒也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自戒里的这个忌讳。然后不加上这个邪空性的话呢，就是更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他是自动就供养这一点僧众啊，引一点净素啊，就我的有时候真的想的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引一点净素啊，就是做一点防尘啊，就是做一点供养啊、布施啊，这些的话呢，就是那些下根子，就是含底的一些居士，就是大老板，就是愚痴的大老板，就是。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只有这个自觉的机会，也没有这个求功性的这个机会，也是没有的。然后他们呢，就是这方面就是因净素啊、布施啊，然后这方面就是多做一点，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是每个释迦牟尼佛也说是对这个下根子来说是这个布施为主。然后我们这点呢，就是一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布施啊，这些都是不是那么很重视。当然，你如果是一愣的话，是做一些布施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做去的话呢，就是上根子的话就是空性为主，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持戒对吧，就是为中根宗呢，就是受持戒，就这一点也是说，就是现实当中也会证明的。比如说一些人呢，就是真正求那个中观和求这个般若蜜多的这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没有的。但是让他住在这个寺院当中，就是持一个清净的这个比丘尼戒的话呢，就是他还是能做得到的。就是还是很多地方的一些出家人，加上这个些空性的话呢，就是最多连一个金刚经而已。就是真正这个金刚经的意义，是不懂的。就是什么叫这个就是四众这个无相啊，就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就只有住在寺院当中，就是就是那个正根在，就是根根在，就是所以对正根在年轻呢，就是已经限索了这个持戒，就是持戒。这是中根在，中根在呢，就是对这个持戒。然后为上根在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真正那个就是上根在啊，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智慧方便庄严的，就是有一定的智慧的这种人的话呢，就专门就是讲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空性法门。就讲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性法门，就是也讲了这个智慧的这个有关这个问题吧。就是刚才那个第一则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至于这个修行呢，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人生福报。然后这个持戒则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修持这个人天的这种法器，就是也可以算是这样的。然后为这个上根则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也是宣说了这个轮回都是空的，就是就讲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寂灭法。因此我们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个根基。如果你是这个上根则的话呢，就是也应该这个现在这个布施和自戒的基础上，是在继续这个修般若波罗蜜多啊，这是这个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这里就是做一个比喻，就是以前那个比喻的话呢，或者是他前面的这个三个文集三十道来解释也是可以的。他前面那个比喻呢，就是有这个三个王子吧，就是三个王子呢，就是他那个年龄小的时候呢，就是学习这个文字。然后中年的时候呢，就是学一些这个读诵吧，就是一些论点呐、生命学啊，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个论点。然后到这个就成年的时候呢，就使用一些这个兵器啊，就是所以在一个菩提萨埵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学的这个层次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刚刚那个很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他那个就是比如说是刚刚你年龄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教他那个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他就接受不了的，就是因此根据呢，就是王子的那个他的年龄的这个增长，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受学的文章呢，就是也是不同的。因此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这个安排的这个课程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一般这个最初的一些这个法门呢，就是就像那个就四谛法门，就是四谛法门呢，就像是这个消学一切一样的，就是然后到了那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也讲了一些这个有关这个因果不虚方面的，或者是有关这个刺激方面的，就像是比丘这个上面的这些刺激，这些呢，就是就像是我们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这个儿童佛教课的话呢，就是算是第二层了，就是最后呢，就是讲了这个般若空性，就是般若空性的时候呢，就要讲这个一切都是无来无去的，就这是就像是那个我们的这个三层样子，然后就下去已经毕业了，就是。
这也是一种这个次第。但是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刚刚这个你像前面的这个次第没有清楚，直接披露空心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大的危险性质。当然是个离根的人都是可以的，但是不是离根的人的话呢，你看那个消息的第一次二次都是没有这个对，然后是直接进入就是第五次六次开始的话呢，就是还是对智慧非常有一定智慧的人的话，这还可以能接受，就其他人的话是不一定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这种次第法门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一其实在韩地一些地方吧，就根本不知道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就是就是这个比喻好像已经这个结合了，就是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是讲第五个问题吧，就是如何为引导的次第啊，就是如何为引导的次第。这个如何为引导的次第的话呢，那么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这样的这种次第，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这个宣说佛法的内容这个作者方面是有这样的。那么对这个众生受者的时候是如何引导呢，就是对别人这个要宣说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引导他们呢，就是这是也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下面呢，就是圣贤人士就回答，就是他就是这个引导的方式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贤者前非佛，东引前祖我，何者一切见，知此未知者，就是这个教程呢，就是什么什么，其实很多地方也有用，然后国人吧也在很多地方去用，我记得好像这个宗喀巴大师三经名义书当中也已经引用过吧，大家都可能记着。我们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三经名义书，我在那个在南京就是见过一次吧，就是当时好像记得是这个宗喀者。当都当都是马云的外面都不得写了，对他们到了都不能对的这种批判用，就是这个交通很清楚，就是好像这个很多风光当中也是在用。他真的是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要对人或这个众生引导怎么样的引导呢，首先是这前这个肺腑啊，就是首先我们要破那个肺腑的这个质量的，就是也就是说是首先的这个众生灭根这面前呢，就是肺腑已经治了，就是肺腑治的话，当然就是造福德了，就是首先呢让大家这个心善因果啊，就是这方面的。然后中间的时候呢，中间欠住我，就是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也没有了，就是人我，就是主要跟你们讲这个人我就没有了。然后和这一切最后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就一切变都没有了，就是刚才那个人我我也是怎么样的，就是最后一切变的。所以这个次第呢，就是一般没法人都觉得有时候呢，就是身问这个真我阿罗汉这个身问真我空性方面呢，就是也经常这个应用，就是身问呢就是知真我呢就是人我，就是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到了这个菩萨和最后的这个一切智者的地位的时候呢，就是这牵制一切变，就是也有这个意思。知此谓知者啊，就是这如果谁知道是这样的这种到此地人的话，这是真正的这个知识啊，就是这是真正的知识。这是我就简单的这个理说吧。那么这个光说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一切这个发起的话呢，就是他就不能接受，就是直接就是讲那个空性的意义。首先呢，就是应该在他面前，就是如果他直接讲空性的意义的话呢，就是坏一切因果，就是经常这个会嘛。就是他认为呢，好像是这个空性和非空性都没有什么差别啊，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有这样的认为。所以这个最初的时候呢，让他学习的这个贤者就是欠非佛，就是非佛的。非佛的是什么呢？就是非佛的当然是这个道而已，就是那么就是让他呢，就是不要这个道而已，就像是我们英国差别经当中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如果道二业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个恶报；道三业呢，就是有三宝，就是诸我不那个就是什么是自在光性，自定气自来复杂，就是以这个道理呢，就是去宣说就是一切这个罪业呢，就是不要做，一切这个三心呢，应该这个奉行，就这就是佛教，就是首先的这个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这是那个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引导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这些一些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这个老居士们先说啊，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话呢，就是他的肯定就是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连因果的这种见解都没有，就是然后你对他讲空性，就是肯定是就完蛋了。
所以说首先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肥腹，就是让他不要到二月，就是就不要这个肥胖散暴，就是就好好的让他那个就修持正法，就这是那个首先的这个做的。然后到了后边的时候，这个因果这个方面呢有一定信心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接着这个我啊，就是无因这个所说的这些这个我呢，就是始终是得不到的。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二十种这个萨迦耶见，就是所说的这种我见呢，就是我见也就是没有的。所以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我呢，就是应该是个断除，就是人我，就是他真正的就是应该是就是将这个人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就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首先把这因果一点子的有一定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借着我就像是这个学习如同人一样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点子怎么样，这个气的就是二十个这个大家一和我和因之间的这个关系如何，就是以这种方法呢，就是让他的这个人我之呢就是全部断掉，就是当就是这个我之呢就是全部断掉，就是、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该做的事情了。那么最后做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就是因为他那个对这个人我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将这个一切这个有无，然后是非当当，就是一大连呢，就是中观所见的，就是然后做出一切见，就是所有的这个见呢，就是全部要摄取，就是全部要摄取，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说这个这个发无我，就发无我也是要断掉，就是这时候是应该这个发无我也要断掉，然后是无我也要断掉，就是不是刚才就是断是这个人我是不存在的，但是最后呢就是这个无执呢，就是也要这个去掉，就是也可以说这个理解技能的这种境界当中，如果谁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这是真正在这个佛教当中来说是它有一个大智者啊，就是大智者。但是这个呢，就这个机子的话呢，就是以前一些高僧达的，我记得呢，就是一些高僧达的也有不同这个解释方法。比如说是以前那个沙家牌、卡松牌的，有一个叫做是半信相求吧，相求啊吧，就是相求啊。他的这个他呢，就是解释这些话的时候是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他因为是这个第一句呢，就是就非要讲那个有释迦牟尼佛的第一这个法论，就是第一法论的意思就是降四谛吧，就是降四谛的这个法论。因为第一法论当中呢，就是不能说这个也就是应该信。是散发，就是有这种方式来讲的，就是第一句是这样。然后中间的这个呢，就是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专第二个法轮当中所讲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般若空性，就是般若空性。然后第三个法轮的时候呢，这个空性的自作也是没有的，应该是这个如来性这个他空的这个光明，这个光明什么就是光明之中当中这个暗处，就是这是那个它是以这个三种法论来这样讲的。但是最终这个讲法的话呢，就是也只不过是这个他们的一种这个动态而已，不然真正按照某方仁波切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呢，就某方仁波切的是根据那个圆称人士，圆称人士是这么讲的呢，就是这个就并没有这个以三种法论来讲，但是部分的根基不同，因此呢就是他是第一个呢就是讲那个就是就一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说啊，就是世俗这个方面的法。然后第二句呢就是讲这个人我，第三句呢就是法我，就是讲法我的时候呢，就是他说这个一切诸云啊，就是逻辑啊，就是全部也是不成立的，就是一生人说跟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介绍的，就是摩诃仁波切呢其他这个对这个拉赫德西的辩论书当中也是好像记得引用过这个法啊，对，就是引用过这个因此呢就是我们也应该就是这样这个理解的话呢，就也比较好懂一点，不然的话是如果按照那个他正才就是三藏法论来讲，这一方面是可以讲的，但是还是在当地来说是有些人来说是这个中观四百人是他空台的一种这个论点，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从头到尾看的话呢，真正是对他空台的一些这个证据呢，就是始终是找不到的。可能是他们呢，就是也以这些这个句子吧，就是以这些句子呢，就是作为这个他们的这个依据吧，就是作为他们的依据呢，就是这样选择的。那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中观这个什么四百人的话呢，也不是指这个是他空台的，就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承认。下面呢就是也这么讲的，就是比如说是一些三教的医生的话呢，他就根据那个病吧，就根据病呢，就是然后对他的这个食用的这个食品呢，就是也有这个一刺激性的啊，就是先那个接触什么，就是比如说是有些得这个单病啊，这样的话是先呢就是让他那个接触一些素食，然后呢逐渐就是用这个荤食呢，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来就是调伏他的病，就治疗他的病。同样的道理，就是始终也是在这部分面前呢，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来就是迅速的。
因此在这个道次地呢，就是大家都是言论来是吧，不然的话自己也是说出于是哪一个境界，你对自己的这个法门呢也应该这样学着。你如果是圣根做的话呢，你自己在这个布施和自己的基础上呢就是可以，还有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用三四道的这个方式来这个解释的也有。第一句呢就是对这个小四道就是做这个修法，然后第二句呢就是更四道的这个修法，还有一句呢就是大四道的这个修法，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解释方法，就是在这个印藏的这个高僧大德当中也有这样的。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这个必须要依靠种种方便方法来就是制服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的烦恼，就这个意思。下面那个就是将那个什么，就是诸法的究竟事相不如差别，就是将这个道理。一切诸法的真正的究竟事相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就是都是所有的法的本性是同一个，就这个意思。他本着即一切见则，以一法空性即一切见空。这个教本呢，就是也是经常引用的。我们这样入众论啊，什么这个地界报众论啊，就是经常是引用的。这个大我跟把电的跟你大我呀，这个道理看。原来也是我们在经堂里面做人的时候，有一个看过，天天都特别喜欢用这个句子，就是他好像只能背这个句子的。这个道感恩吧，电力给你；当年这个道你感恩吧，电力给你；当年的人，好像那个天天都是引用这个，我都记得比较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可是我们那个韩知识中基础上，真是有时候还是很可怜的，就是好像经常在这个校正方面应用的呢，就是没有一点印象，就是可能你们内部是有的，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呢，你们也是互相用一些校正啊、说话辩论啊，这样是几乎是没有的。现在也许是我们也背了那个这两个论点，就是也许好用一点，不然的话是你们就是好像一方面是你们这个很聪明，就是有些地方正是很聪明，就是我就觉得是不是你们是已经是一切知识，因为时候呢对教育方面的话呢，好像在哪一个论点当中引用过没有教训呢，就是哪一个论点当中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的，大家都是有这种这个处于迷迷糊糊当中一样，就是所以对现在就是也应该这个记得清楚吧，就实施法就记得清楚的，很多实际还是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这里呢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说一个法的这个见者的话呢，实际上是一切法的见者。比如说我就见到了一法这个空性，一法空性的这个见者是我。我的话呢，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瓶子呢，就是见到这个空性了。瓶子见到空性的话呢，实际上是所有这个我这个瓶子见到空性的这个作者。但实际上呢，我是这个所有法的这个见空性者，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法的这个空性呢，实际上是一切法的空性，就是这是这个从这方面，一个法的这个空性的话呢，比如说瓶子的这个空性的话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法的这个本质上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前面也有比喻的，比如说大海的这个它的这个原为呢，就是跟那个所有的这个海水的这个原理呢，就是从这个味道方面来说是没有差别的。然后从法的这个法相上面讲，也是一个法的空性呢，所有法的这个法相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是不是我都就是一问都没有讲是吧？一问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法呀，真无空性的话呢，就是就是这个无数的法，就是那么无数的法面前呢，就怎么回事？你全部一个一个都要真无空性，就是很困难吧？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看我就是要真无空性的话，说我就在世界上的话呢，就是珠子的这个空性、瓶子的空性，还有在世界上呢，就是有这么多个没过法的这个空性、发过法的这个空性，就是有很多的法的空性。那这样的话，就我一个一个要扔掉的话，就很困难吧？那实际上呢，就是不会困难的，因为这个大号的身呢，就是全部这个有从外道方面来说是一个的，那么这个中有的住法呢，就是也是一个的，就你只要是一法的这个本性就是真有空性的话呢，就不用这个寻找这个很多很多法了，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只管一个法就可以了，就看那个珠子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珠子的真正本性呢，是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珠子的本性的这个空性呢，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法的本性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然后呢，我从此以后呢，就是凡是遇到任何一个法，就已经证悟了空性了，就这个意思。然后那个
就是那个月城门寺呢，好像在前几轮当中也有这个校准，相当于我们就是做光所吧，就是光所的时候呢，不是刚才已经讲的，就是因为一切诸法的本性是一致的，如果呢，就是我们这个就见到了这个一个法的这个见者，就是从一个法的这个鲜亮见者，就是通达这个真我空性的这个见者的话呢，实际上是一切法的这个见者，就是没有任何差别。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所有法都从本性上面呢，这样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差别。因此这个三门王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就是一以治一切，一以见一切啊，就是如果是我们见到了一个的话呢，知道了一个法的本性的话呢，就是知道一切法的本性，见到了一个法的本性的话呢，也这个见到了一切法的本性。虽不知依法是有编制自法如幻言，就是这是那个就是什么这个生虚空当咱们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如果说不知依法这个事有的话呢，那么他知道一切诸法呢就像是如幻如梦一样的啊，就三千人什么那个月圣人说他后面的这个校正呢就还稍微差一点，但是最主要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在不用这个横面的部分呢，就是在不用这个音也是就可以的。所以能不能把其这个呢就是引用在那个中观那个庄严论吧，就是中观庄严论当中也已经引用了。但是对这个这一句呢，就是也有个疑问的。那么我们这个依法这个见空性呢，所有的法这个见空性，这样的话呢，就是成为阿罗汉也是见到这个一部分的法的空性。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所有法的这个这空性已经证悟了呢？就这一点是就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这一句呢，就是门风仁波切在中广庄严论和顶解报灯论当中也讲了。那个罗巴霍夫呢，就是在四辈人的这个相应当中也讲了。那么这一句呢，主要是对这个中国云城台的尼根者而言的，就中国云城台的尼根者而言的，就这个一定要证悟，不然的话，是所有的这个人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证悟一个小小的空心的话，那就是全部证悟空心呢，就是也虽然发现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也不一定的。这一点是顶解报灯论当中也是有一个辩论的，就是大家都可能记得清楚吧。如果你依法的这个空心全部能证悟空心的话，那全部都变成中观云城派了，就是。也有这个态度，就是大家都可能记得清楚。在这样的话，是他真的这个罗巴火夫和农村人的其实也是中国藏人当中专门就是揭示了这个观点，就是说是这里面说讲的是中国云城台的那个这个不共这个发心，就中国云城台的什么就是那个就不是分一地呢，就是有一个就相似的分一地和就是对这个特殊的这个分一地吧，就是那么对中国云城台的特殊的这个分一地的根基来说的话呢是一样的，就是依法的空心是一切法的空心，依法知道了以后呢就是全部法都会知道的，但是对这个涅槃者来说呢就是也不一定的，就是也不一定的。因此呢，就是这个一定要大家都是要知道是这个虽然依法的空性，但是呢，这个文化会说呢，就是他的那个争议当中也已经引用了先光庄严论和如种论的这个校正，好像如种论的校正有没有？就是先光庄严论呢，就是秋季要用了也那些不同的他的约拿，就是应用了这个矫正，就是他那个发心无别过，中心无差异，应该是这样吧。相关专栏我大概意思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相关专栏第一篇当中专门有这个一地吧，因为那个发界呢就是一体的，发界是这个就没有这个分别的，然后它的这个中心呢就是也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这个对一个人来说的就是用了这个矫正。还有那个我们如中人当中也是有吧，就是第一南边有西佛的对的吧，那些的真解谈经经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虚空呢就是有这个虚空的这种分别呢，就是只不过是它的那个气，也就是不同的气呢就是有虚空一些分别，真正的大虚空来说是没有是这样的。这个如中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个矫正，然后有这种这个矫正来劝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这个动的然后呢就是下面他建立的这个比喻呢就像是这个瓶子和虚空的这个差别吧，比如说那个瓶子里面的这个虚空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物品里面的这个虚空的话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他因为那个他的这个容器呢就是也有这个虚空的这个差别，实际上虚空的本性来说是没有差别。同样的道理，空性也是三人这个证悟的和这个菩萨证悟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说是没有这个
这个差别的。但是从这个人的根基来说的话，那就是也有这个大大小小的一些真相不同，就是应该从这方面就是这样这个解释啊，就是这样解释。在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一方面来说，我们这个知道一个法的话呢，就是应该知道所有的法，就是这是对一根在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一法的空性时，也知道一切法。但是对动根在来说呢，就是是不一定的。因此，中国这边来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应该是对这个中观因尘派的特殊的一根在而言的，就是一根在而言的话呢，因为诸法的本性是一样的，就是不是那个也称论是在好像是先举论当中，我们原来记得是斯拜伦的讲义里面，但斯拜伦的这个大数里面是没有的，可能是先举论里面，就是也已经说了吧，就是一个那个操的里面是如果真悟了这个空性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个操和其他的法的这个本性也是指真悟空性的，就是以前那个也称论是专门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校正。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今天就讲到这里。Om Rabbazanati